为华人移民争取权益，基督教角声布道团41年的全人关怀。多年来，基督教角声布道团一直是世界各地华人移民的希望明灯。从唐人街一张桌子的微小起点，角声已成长为社区的重要支柱，为那些面对移民生活挑战的人们提供全面支援。我们在纽约有4个中心，为市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、入籍协助、文件翻译，为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提供报税服务、专业辅导等。我们的全人关怀更延伸到教育领域，提供英语课程、课后辅导和特殊孩子培训。我们的关怀并不止步于纽约，角声在南加州设有医疗中心，并在中国建立儿童之家，展现了我们对全球华人福祉的承诺。另外，我们的号角月报36年来一直滋养着移民的心灵。在庆祝41周年之际，我们诚邀您加入我们的使命，出席我们在9月24号下午6点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举办的筹款晚会，支持我们继续服务大众，提升华人移民的整体福祉，同心携手关怀社区。今天就请您支持角声吧。